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，我是歪叔。很遗憾，养了几天的大黄蜂死了，我很伤心。蜂类的寿命都不长，没办法。那接下来趁着大黄蜂还算新鲜，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些可怕的家伙。看这只大黄蜂的嘴巴，好家伙，这嘴巴真硬，要是被咬上一口，肯定很酸爽。再来看屁股上这根毒刺，竟然有这么长，被蛰一下，不是酸不酸爽的问题了，还是去医院处理一下吧。你们说我敢不敢把手指怼上去？当然，不敢，我可不想去医院。接下来，我们把大黄蜂放到显微镜下面，来看看它的真实长相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大黄蜂的头部，这头发有点稀疏啊。这两个大门牙像老虎钳一样，看样子就非常凶悍。大黄蜂除了有一对大复眼外，仔细看它的头顶，还有三个单眼。恭喜你，又多了一个吹牛的题材。应该很少有人知道蜜蜂有五个眼睛吧。最后我们来看看这根大黄蜂引以为傲的毒刺，非常锋利，我们用镊子夹出来看看，毒囊清晰可见，里面存储着致命的毒液。如果这期点赞超过10000，下期我们来实验一下这根毒刺到底有多厉害。